用鞋投票，因为我们想现在的政府只剩下9%的支持度，其实就像一双破鞋，却要人民再穿3年。我们人民除了投票之外，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去制衡它，所以我们就带着破鞋来这边做一个所谓用鞋投票的这个动作，让他知道91%的人才是民意，不是所谓9%支持他的是民意。其实这个地方其实非常非常难抵达，好，交通也不方便，所以全部是搭游览车跟靠我们坐接驳车接驳过来的。解决我们想问，政府只能面对国家带头高工人这件事情，我们绝对不会遇上妥协。如果政府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，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抗争。不能马政府，不能马政府，好在 PTT， 好在 PTT， 还我棺材本，还我棺材本，只需修一条。23条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23条是什么呢？假如老板闹跑的话，政府就应该从他的垫偿基金先垫偿给劳工，再由政府去向老板讨。指挥的桃园县产总前理事长毛振飞，好，还有非典工作坊秋冬的发起人林子文，被你们故意在11月1号通知关到监狱里面去了。好，他们两个现在在台北龟山监狱，本来他应该是现场指挥的。好，所以现在由我吴永义哈，还有桃产总的姚光祖，我们两副个现场指挥，你们要举牌就举牌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人民机会陈情抗议的自由。再次提醒哈，不要故意去丢警察。昨天半夜2点的时候，所有的警察都还在这边定居嘛，维安啊，在看所有的路口。我们都知道这些警察有很多，他们是被从不同地方调来的。他们从昨天晚上到半夜2点，我们来这边还看到一大堆的警察在这边换班定居嘛，他们也非常的辛苦，所以我们要丢的，刚刚讲过，今天来这边现场这么多的团体，我们要对抗的、要抗议的，是在体育馆里面开会，9%的国民党，9%的执政党啊，不是被他们推出来到第一线的基层员警，我们不要丢警察。那也跟警察说，等一下我们开始喊万人威胁奉陪到底的时候哈，加倍奉还。这个时候如果你们没有退开，很抱歉可能不小心丢到你们哈，请你们注意自身的安全哈。我们国官场工人连线加油，包括联服自救会加油，服超自救会加油，药员自救会加油，新力自救会加油，东林电子自救会加油，泰州自救会加油，乐山青年联盟加油，云林反中山自救会加油，
以后的先不要丢哈。指挥车后方先不要丢哈，等下丢第二波来。去穿破鞋，去穿破鞋，还钱于你，还钱于你。去穿破鞋，去穿破鞋，还钱于你，还钱于你。去穿破鞋，去穿破鞋，还钱于你，还钱于你。万人为鞋，万人为鞋，加倍奉还，加倍奉还。万人为鞋，万人为鞋。加倍奉还，加倍奉还，万人为鞋，万人为鞋，加倍奉还，加倍奉还，一、二、三、六。好，去穿破鞋，去穿破鞋，还钱于民，还钱于民。万人为鞋，加倍奉还，加倍奉还，去穿破鞋，去穿破鞋，还钱于你，好停，万人为鞋，停，好停，停停停，来第一波先截取起来，好吧，用鞋投票，这个贴纸对着记者，对着巨马，对着体育馆，万人为鞋，万人为鞋，加倍奉还，加倍奉还。全世界震动在开会，这场非常大。澳门在铁石馆外面，对不对？他还要这警察又再赶出来，在铁石馆外面还要举牌子。我觉得警察没有法律常识，警察还在逼人民非法，他们先非法了。继续的做。